各位同学，我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第十三讲次。第十三讲次，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年行往来与同业往来。年行往来与同业往来。那在这个讲次里面呢，我们的重点为年行往来的概述。同业往来的概述。首先呢，我要为大家先介绍年行往来。年行往来也就是一个银行，它底下有很多的分支行。那这些分支行呢，它跟总行之间或者分支行之间的互相往来的情况。好，接着我就为大家介绍银行，就是为了应应事实的需要，在国内外成立分支机构，通常在重要的都市设分行，次要的都市设支行，乡镇设办事处。同时呢，分支机构少的银行，各分支行处由总行直接管辖，在分支行处多的分行，为了便于统筹管理，采取分级管理制度。这个就是很多的银行，它有很多很多的分支行。那这个分支行呢，他们之间的往来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就让他们就要有一个分级或者分处的管理的方式，也有的叫分等管理的方式。那这种在整个的联行里面就有很多业务的往来，或者有很多资金的调拨，这些问题都要由联行的其他的银行帮我们处理。那当然现在我们金融制度越来越发达，而且我们每个个人跟银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，所以呢，银行的分支行处也就越设越多。当一个健全的社会或者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，每一个人跟银行之间的关系都是越来越密切。比如同学啊，你们交学费就是到各银行的分支行处去交，然后呢才跟我们学校里面做这种，到了结束的时候做一种那个账务的一个互相的啊，那个管理啊，那这个就是银行跟我们同学之间也有很多的密切的往来。比如说同学们如果要交一些税啊，机车税啦或者其他的税，也都可以到银行里去缴交。这里呢，也就是银行在越都市化的地方，越多的人需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在银行里面就设各个地方设越来越密集的分支行处。那这个分支行处设的越多，大家越方便，但是银行在管理上面就也变得比较难管理一点啊。尤其分支行越多的话，那你就要有很多的管理的方式。比如呢，我们刚才有讲到分级管理啊，分处管理，分等管理啊，都可以啊。就是说你分几个级，不同的级，不同的处，或者不同的等级啊，来管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某某银行的一等分行、二等分行，或者是三等分行啊，或者有的时候说它是某一个级啊，甲级或者乙级啊。那还有呢，在这个分行啊，如果家数越多的话，那这个在分行的管理上面当然就越来越复杂。
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大的地方、大的都市里面，我们设一等分行啊，在稍微小一点的地方，我们就设支行；如果更小的地方，我们就设办事处。事实上呢，银行为了服务客户，那有的时候啊，也在大楼里面或者在某一个那个比较大的局处啦或者部会，它也设分行。其实那个不是分行，那个已经到了办事处，甚至于有的时候，也不能叫一个处，就是说派人去专人服务啊。那这个就是银行已经走到了啊，大家互相竞争，然后银行也有这个观念，就是要帮助啊这些各个企业或各个团体或各个个人，为他们做更多的服务啊。这就是我们讲到啊，在这个银行里面，它为什么啊要设联行的原因？接着呢，我再为大家介绍银行啊设这个分支机构的目的啊。第一个啊就是吸收啊各地的资金，第二个就调剂啊各地的金融，第三个便利各地的汇兑，第四个便利啊代理的收付啊。第一个啊就是吸收各地的资金。大家也都知道，银行啊，它的资金，散布在各地。当然，有的地方我刚才已经提到，都会型的地方，像我们台北市，那我们就有很多啊的资金的流入，或者很多资金啊在这里，不停的啊转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就需要啊有银行在中间做一个桥梁，所以各地资金啊都汇集在这个比较都会区的地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调剂各地的资金。当有的地方资金比较多，但有的资金比较少，但资金比较少的地方，我们有的时候它也需要有一些往来的资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拨付给那些资金比较少的地方。那我们也应当啊，就是用这个调拨的方式。那谁来做这个桥梁呢？那当然就是银行了。第三个啊，刚才有讲到便利汇兑的，这个交付汇兑啊，本来就是一个不同的地区的资金的往来。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啊喜欢留在台北或者都会的地方，那他呢很孝顺啊，那每一次都要寄一点钱去给他的这个家人啊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利用银行的汇兑啊。或者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很多那个地方啊，它需要啊，这个两个地方之间有债权债务的发生，而这个债务人必须要把这个钱还给这个债权人，他也可以透过银行的汇兑啊，能够把它做完。那所以银行有这个联行了以后呢，就可以便利两地之间的债权债务的清理跟了结。那这样子清理跟了结的工作由银行来做的话，可以，他们把这个债务清理好了以后，可以做下一次的生意啊。那第四个呢，刚才我讲到就便利代理收付啊，像同学啊，本来你们要缴学费，你们要到学校来缴，那可是呢，如果我们学校告诉你们，就到某某银行，它的全国的各地的分支行都可以缴纳的话，这样对于学校或者对于那个同学们啊，都是非常的方便。那银行呢，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个啊，可自利用的无息资金啊。我们先休息一会儿。银行往来，它在那个我们的理论上啊，它就是说啊，它是一个科目啊。那这个科目呢，我们既不属于资产，也不属于负债啊。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科目呢？它就是啊，能够因为银行、联行之间，因为资金的调拨或者款项的收付等交易而发生的借贷的关系啊。而这个也就是总分支行之间彼此代理收款或付款的
经过和结果而言啊，这里面啊，就是说，联行往来啊，就是因为啊，银行之间因为有资金的调拨，而且资金的往来或者便利各地的收付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科目啊，来把它表示出来。这个科目就是联行往来啊，它就是记录啊，这个两地之间的债权债务，或者记录啊这个资金的调拨。或者记录啊，这个资金的往来的情形的，而且能够方便啊这些客户的这个科目，我们就叫做联行往来。那同学也许会问说，它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呢？如果当它发生借方差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资产；当它发生贷方差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负债。接着呢，我再为大家介绍联行往来，它用在下面几项。第一个就是营运资金的调拨，第二个各地头寸的调拨，第三个业务上款项的划拨，第四个盈余及特殊账项的转账啊、哦，这四个都是联行往来的资金的调度的几个项目啊、哦。第一个就是营运资金的调拨啊、哦，很多的营运资金啊。哦刚才我也提到了啊，就是有的地方它的资金特别丰富多，那有的地方资金比较少，那这些资金的调拨，那真的要透过银行啊做桥梁。还有呢，就是各地啊头寸的调拨，其实很多的地方，一下子啊这个资金变多了，有的时候大家的捐款啊，比如都到了这个地方啊，或者各级政府啊。他争取的款项，或者到了预算的时候，那有的时候在某些地方啊，可能资金都到位了，然后呢要转到其他的部分的时候，这个头寸的调拨也是要靠银行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业务上啊，那也是需要啊靠银行在中间作为桥梁。还有呢，到了年度终了的时候，盈余啊或者一些特殊的项目。他们必须啊，要做这个资金的往来或者划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靠银行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从我刚才讲了这么多，大家也能够了解联行往来实际上是每一个银行努力的目标啊，就是说他希望多一点的联行来帮助他业务的拓展啊，那也对啊，他的客户啊做更多的服务。所以呢，联行往来，在现在每一家银行，当它的分支行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它的重要性啊，也就越来越大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再为大家介绍啊，联行往来啊，它的会计的记账的方式啊，这里我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总会计的性质啊，在采用啊总行制的银行啊，那总行除了管理分支行以外，另外呢，设营业部门经办一般的银行业务，因此总行的会计处理具有总会计及一般业务会计两个部分啊。而且呢，总会计啊，它这个的业务的范围啊，就是有银行全体的特殊项目啊，还有呢。全行会计的，这个事务的统制事项，还有属于总行本身的账目啊，总会计啊，就是说这个会计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记账啊？那在设这个总行的这个项目啊，如果这个总行他自己除了要管理他其他的分支行以外，他自己呢？也有一套他自己的记账的制度，而且呢，他自己也设一个部门来经营银行的业务。那这里呢，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总会计来作为他的记账。这里啊，我再讲一次，就是说一个总行，他有的时候他只做管理，但是有的总行呢，他不只做管理，而且经营银行的业务，那这个他的范围就比较大了。那这个范围里面，他要做记一些账，这个账呢，第一个除了他本身的账以外，
刚才我在讲这个的时候，它是列在我们书本上的第三点，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账啊，就是属于他自己本身的账目啊，他要记。然后呢，他也要属于啊全体银行的特殊科目。全体银行的特殊科目，比如说什么呢？像股票啊，股东权益，或者一些那个整个总行的一个总管理处的那些开销啊，都应当是属于这个项目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全行的其他的事务的管理的，那也要记。所以，一个总行如果它是一个自己又有营业单位的，那它就是除了自己的营业单位的账以外，还要记自己啊本身的账，还要记全体银行的账，所以这种账我们就叫做总会计啊。好，下面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部分啊，我们就讲到除了总会计以外，它有分行的会计制度啊。分行的会计制度我们分为两个，一个是独立制，一个是非独立制啊。什么叫独立制呢？就是独立记账啊，每一个分行自己独立记账。那我们大部分来讲，我们分行都是独立记账的啊。那个第二个呢，非独立制，那也就是说，刚才我有在前面有提到过办事处这一类型的，它里面只有两三个人，所以呢，它几乎都是某一家银行的分支分出来的一个办事处。比如，它很可能是大同分行的某个办事处啊，这个办事处在某一栋大楼里面啊，那它只有派三个人过去，那这甚至于更少啊，办事处也有一两个人的，那这样的话，它怎么能够独立记账呢？所以呢，它就做账，做账每一个账都对它的管辖行来记啊。它除了比如说手续费收到，本来我们手续费收到应当是借现金。带手续费收入，可能他因为是要跟他的总行、他的管辖行去记录，所以他要怎么做呢？他要做借联行往来带手续费收入，凡收到的钱，那这个到了每天营业终了3点半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他的钱跟他的账带回他的管辖行，由管辖行再一起来做账啊。所以这就是非独立制的记账制度啊。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。联行往来的几个记账制度，第一个就是分散制，第二个集中制，第三个联合制，第四个特种集中销账制啊，这四种。第一个啊，就是分散制，分散制大家一看这个，顾名思义啊，就是分别记账啊。它每一个银行都自己记自己的账啊。那自己的账呢，记得这有一个大的优点啊，就是很快就记账了，而且记账得很清楚，因为你是分别记账，你就记你自己该记的啊。但是呢，总行对你的情形可能有一点不太了解啊，因为你只记了你的账，你必须要到有一个时间去告诉总行，总行才知道，所以总行没有办法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分支行的情形。这就是分散制它的缺点，所以分散制只适合在银行家数非常少的啊，这样子的话，用分散来记账还好啊。第二个我要为大家讲集中制，那既然总行没有办法知道，那就好，每一个分行记账都报告你的总行一下啊，就是说每个时候都报告总行，那这样对总行来讲也是。比较累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不适合啊，分行家数太多的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联合制啊，联合制呢，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分散制跟集中制的缺点，它就可以适用啊，就是说在分行跟支行之间用集中制，在分行跟支行之间用分散制啊，这样来消除它的缺点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我再来告诉大家。第四种记账制度。各位同学，
接着呢，我再为大家介绍第四种记账制度，这个就是特种集中销账制。这种集中制度呢，刚才我已经讲了，分散制有它的缺点，集中制也有它的缺点，还有联合制也不见得很适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一种叫做总行集中销账制。这个总行集中销账制呢，就是每一家的分支行，当你有记录跟别的银行之间的往来的时候，你都用联行往来这个科目，然后联行往来这个科目呢，就可以适用在总行集中销账制。假设甲行也记账了，乙行也记账了，他们分别打勾，这个两个银行都有打勾，这个我们就叫做他们已经集中销账了。如果两个银行里面有一个银行打勾，另外一个银行没有打勾的话，我们这个就叫它叫未达账，就是没有到达的这个账。那我们就要去查这个为什么没有到达哦。那刚才我讲到联行往来的记账制度这四种啊，事实上，它都非常的对银行的记账都能够表示，但是呢，前面这三种啊，分散制也好，集中制也好，或者联合制都太不够理想啊，所以银行现在都采取的是总行集中销账制，用联行往来的科目。接下来呢，我再为大家介绍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单元，就是同业往来的概述啊。同业往来啊，它就是银行因为业务上的需要，常与同业发生账项的往来，尤其是在信用制度发达的今天啊。使用票据普遍的今日啊，那银行与银行之间为了要扩充业务、便利客户啊，必须加强联系啊，那就有同业往来这个产生啊。那个银行啊，它因为再怎么设联行啊，都不一定够它自己使用啊，因为现在全球化啊，就算你在某一个国家设了，可是你在另外的地方可能也没有设。而我们的贸易啊是遍布全球的，所以呢，银行不得不啊，除了联行以外，啊，它一定要跟同业之间有往来。那这个同业往来的情况就非常的多，有的是，而且呢，有的是同业的总行之间的往来，也有的时候同业的分支行之间的往来。那这个啊，都可以说是，同业往来这个部门。那通常啊，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分行，那我们就找同业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两家银行就必须要订一个叫做通汇契约。这个通汇契约呢，就是由总行来订啊，两家银行的总行来订。然后呢，他们就适用在各分支行的往来。这样就非常方便了啊，比如华南银行就跟台湾银行去订啊，所有的分支行都适用啊。接下来我再来为大家介绍同业往来啊，它的一些发生的原因啊。它的第一个啊，就是本铺同业往来的发生，外铺同业往来的发生啊，还有就是国外同业往来的发生，还有呢，凡是银行委托同业代理收付啊，有这几种情形。那第一个啊，本铺同业往来的发生，远亲不如近邻啊，我常都这样说。如果我们要找我们自己的分支行去调拨一个头寸的话，可能还是有一个距离。那但是呢，如果是同业啊，又在同一个本铺的，那就非常的方便啊。当然，我现在讲这个话有一点啊，落伍了啊。因为过去可能远亲不如近邻，现在啊其实都用电汇的啊，事实上，远处啊应当是可以说是没有距离的啊。那第二个呢是外铺同业往来的发生，外铺同业啊就是在本国以内，但是其他的商户那之间的往来，这个是非常多的啊。还有呢就是国外同业的往来，因为我们常在国外做生意。那这个当然一定啊，要有往来，但是你在国外很少设分支行处，所以一定是同业的啊。
那接着呢，我们还有啊一些委托同业代理收付里面啊，我们一定要用到几个科目啊。那我试着啊用分录来解释这几个科目。第一个就是存放同业啊，存放同业呢，在存放的时候啊，我们借存放本铺同业，或者呢透支本铺同业。那我们提款的时候呢，我们贷存放本铺同业或贷透支本铺同业啊，这是第一个存放同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同业存款啊，存款的时候呢，我们贷本铺同业存款，或者是贷啊本铺同业透支。在提款的时候呢，我们借本铺同业存款，或者是借本铺同业透支啊。第三个啊，就是拆放同业啊，拆放同业，我们就是借啊拆放同业，贷利息收入或者贷适当的科目啊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同业拆放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借利息支出啊，借适当的科目，贷同业拆放啊。这四个科目啊，存放同业是资产啊。同业存款是负债，拆放同业是资产，同业拆放是负债啊。这四个科目啊，都是用在同业之间啊，非常的密切，而且非常的多。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如果啊，那个银行的总行跟对方的银行有订通汇契约的话，几乎啊，同业往来要超过啊，尤其在国外的要超过联行往来。因为联行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同业是非常的多啊，尤其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啊，这个同业的拆款或者同业的存放或者同业的存款，这些都是非常多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那银行就常常啊要把这个钱借给对方，通常啊做的最多的就是日拆，日拆就是借一天的啊，只借一天，第二天就。就那个就还的，而且利息是先扣的啊，而且利息比较低，所以拆款的利息啊，在同业之间来讲的话，他们是常常啊，就是说借了以后啊，就第二天就还了啊，这就是一种同业之间互通的一种关系。当然，我刚才有讲到啊，那个同业存款或者是存放同业这个呢。同业之间因为关系都非常的好啊，所以他们之间就可以互相的调动。那这个除了啊有存款的时候可以去用以外，没有存款的时候也可以用透支的项目啊来记。那透支呢，在这里我们来讲啊，就是说因为银行跟银行之间，他们有这个同业存款存在对方是同业存款啊，如果。对方银行记账呢，就是同业在我们这里的存款啊、哦，所以存放同业跟同业存款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，一家银行叫存放同业，另外一家银行就叫同业存款，所以这里面啊、哦，可以说一个是资产，另外一家银行是负债啊、哦。那因为关系越来越密切啊、哦，所以那个银行里面啊、哦，在同业之间的往来。越来越多，所以这几个科目啊，也就越用越多啊。那也包括了本铺，也包括了外铺，也包括了国外啊。那这张啊，就是联行往来及这个同业往来。那因为联行跟同业之间的往来，经越来越多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里面的内容啊，那我希望同学们去问一下上课的老师或者参考书啊，我们下一次再会。